为什么饭店的红烧牛肉软烂入味？五秒教会您。牛肉冷水下锅，加入料酒，煮出血沫，捞出洗净。砂锅中放葱姜，炒出香味，下去皮切好的番茄，炒出汤汁，再下入煮好的牛肉，来点生抽、老抽、冰糖和一个万能卤肉包，加适量山泉水，盖盖煮40分钟，再加白色的盐，给它搅拌均匀。这样做的红烧牛肉软烂入味，保证你吃5碗大米饭。